星期四夜晚六合彩搞珠结果竟然出现奇景啊！其中五个号码5号、18号、21号、24号同44号，同上一期六合彩金多宝搞珠结果一模一样。今期头奖就有一注中派800万，二奖亦有1.5注中，但只系派38,400元。至于三奖就多达489注中，最低派彩只有19,200元。马会发言人就话，因应今期搞珠有多人中三奖，马会亦相应调低咗三奖嘅派彩，由一般达4-50,000元降至不足2万元，咁样马会就唔使蚀钱啦。